Why?
样子哦。啊，几块钱找不到看什么？哦，有，可是我还是只有两块钱，只有两块钱。吼，一碗两块钱我会打吗？会。哎，加减好不好？毕竟你也听说过成语嘛，叫做积少成多嘛。哎，积沙成塔嘛。哎，积义成裘嘛。好不好？聚水成渊，所以两块钱加点收起来，以后它就会变多。好吧，那两块钱你就收着了啊。谢谢。喂，不对啊，你到底是谁啊？我又不认识你，我为什么要给他钱啊？而且我刚刚是不是还跟他道歉？什么啊？你这样讲，忽然间我有点尴尬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。我这个人哦，天生就比较喜欢开玩笑啦，所以我刚刚只是跟你开玩笑的，你不要生气啦，对不起啦。哎呀，好啦，看在你这么有诚心诚有悔改的份上，我就原谅你啦。谢谢。可是如果我就这样放过他，他不会不知错能改啊？我来想想哦。啊，我知道了啦。你啊，看看身上有没有钱，拿个几万块出来，我帮你拿去捐给慈善机构。喂，等一下，小七，刚刚那台词我是不是说过了？你为什么要跟我讲一样的话？有吗？而且快找找啦。哦，好啦，但是我身上也没有钱，我身上只有你刚刚给我的两块钱。你当我乞丐是不是啊？你给我再找找，我口袋不多。真的没有了，口袋多不代表有钱。真的没有钱的家庭，所以你只有这两块钱哦。好啦，两块也是钱啊，毕竟你也知道啊，有些成语嘛，叫做积沙成塔，积义成裘，积少成多，积水成渊嘛。有很多小精灵哦，对哦，他们已经在这里住了很久，他们。
先举手的我不会问他哦。我数到三的时候，我们举手找一个，好不好？我们先找一个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。来来来，你觉得谁比较快？我觉得谁比较快，就是我有看到刚刚这边有一个小妹妹一直在跳，她手举得好快哦。我们来问问她，这里有什么好吃的东西？好。我加上我的脚。
打错了。